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好发于育龄期的女性，多半会有出血或者不孕的症状来就诊。那么目前诊断的金标准是宫腔镜检查。虽然说目前它的复发率比较高，可以高，甚至有些报道说高达40%，但是大家其实不用惊慌哈。其实癌变率是比较低的，仅仅报道来说只有0.4%到0.8%左右。目前来说哈，它癌变是有一些高危风险，我们可以筛查的。比如说这个病人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然后不孕症，还有一些病人年龄有乳腺癌术后在口服某些药物治疗，以前有多囊卵巢病史的病人，那么这部分病人呢，我们要高度警惕，这些都是一些子宫内膜息肉高危的癌变因素，对于这部分病人要高度警惕。